因为农业当然是嘛复杂，每个老早时钟一直都过清楚了哈。故说来讲，就算哈，即便都说讲风调水面的蔬菜哈，来坦白讲，其实我们农民的资费啊，唔就种出东西啊哈，其实大多要种出来过好品质的农作物出来啊。所以，故说我们强调讲，土地只要生得出东西来，啊，是的，每样小年纪，也绝对都是他们讲作为土地。但问题如果唔每讲输到发好五年的蔬菜啊。过还有那个方面就讲，嗯，对耕田你都知啊，一块所谓良田哈，好的田哦，每个无工作，不用去因上错，伊都好的田嘞，唔咩？其实你不是有你去工作，哦、有你去来田去爬，过个水是透过种作，像来家作种食物的，还作来种水果，两边去轮作去保持下天地平衡，哈、哦。按你从其他来讲哈，对土地当然好。那好多良田，比每个挨无工作，不用去因上错，明年都。啊，因上错啊，因变傻过哈，讲机会走一路，他们两年其实田农业要管教那个唔咩哩可能。嗯，好，我嗰种来讲到一点，因问题就讲，所以做乜几年来讲天不提上农体啊，偏要请出体设置业，要是把困难还是有的问题。嗯，讲那个方面来讲，其实冲掉还是嘛样，冲掉还是人的问题啦。像头董事长讲的，几年来提请讲天办做田农体那个设置讲天办业，其实蛮不强偏农民啦。很多農民其實也同意啊，我們農民同意。聽日同意對我們講，對我們其實有太多事做去了解。都講其實我坦白講，今年要同意講土地來租出去，本人去做公建辦哈，價格含在兩種形式，一種含在用的啊，你梯度本身的話，同我講的可能含在老人家的，嗯，今年人多的哈，無垂條港租的，無垂條港租的，各位我子孫可能有冇要接受？當然就不必啊。我又唔希望買，我講我都租出去啊，租出去可能本人工作根本都。要住建国国外做工程办，我都做份工程业站的。好，嗰所天一种都想来讲减音咯。哦，减定来做咩？我现在要批了条路好多啊。但每年我多上去推人就讲要存农田本来，我成长过要存农田。各位阿公阿爸因旧听的，因农田买唔得买嘅话，都不会种旺种哈。加无阿土买加样咯，留在农田，但我要无阿土工作加样呀，我都做出本人来。噶做水本人，我都做水本人工作。阿生讲，哎，工程办有做建国好，我都做门工程业咋？系你按你来嘅，啊按你来咋？所以我哋几笔看到，你讲嗰度土农田要出做出一份工程业咋？一确实也系做通嘅，唔系讲本人强迫咧。但是啊，一个做通后边其实嘛有失败无奈原因啦。